庙门挂上禁牌，农历七月禁止击鼓鸣钟。云林西罗福兴宫和广福宫庙内钟鼓也都贴上封条，就怕有人不小心误触，连店员都封闭。金鼓就是这调兵遣将的这个用，所以咱七月时啊，七月初拢会封钟封鼓。 民间信仰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悲天悯人。寺庙在农历七月封钟鼓的做法，也可说是展现为他人着想的精神。封钟，搁封鼓，啊嘛，每所有活动拢会停止，放炮拢会停止。不论信仰是否相同，大家都是以恭敬谦卑的态度，诚心祈求无灾无难。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